韩少爷拜入古老宗门，当真是我们望月镇的骄傲。何止啊，今后我们望月镇全都得仰仗谭少爷和谭家了。谭少爷，我家小女长得花容月貌，还未出嫁，不如许配给你如何？算了吧，你家闺女可比穆姑娘差远了，哪能配得上谭少爷？哦，既然你们吃完了赴死宴，老夫这就送你们谭家所有人上路。炼魂境九重，你是何人？什么？这，你只需知道，老夫是来杀你全家的人就够了。有老朽在，就凭你这个区区炼魂境九重的蝼蚁，也想动谭家？谁？杀你的人。多谢前辈出手相助，敢问前辈是何许人也？前辈，莫非您是德老的兄长？宗主说的没错，谭小友果然是一表人才。前辈，不知宗主有何吩咐，劳驾您亲自前来。宗主知道你在内门仇家众多，故而命老朽前来坐镇谭府，庇护谭家安危。老朽是谭台钟坤，不知可否给老朽一间房屋啊？上仙大驾光临寒舍，晚辈求之不得。不用看了，此人名叫江善，是兽魂一脉的执事，武红的心腹。江善，武红，这老家伙，我废了他儿子，他就派人来灭我全家。来人，弄口棺材，把这畜生的尸体收起来，我要带回去。是，少爷。前辈，不知德老是否还在皇府盛行？不在了，老朽被宗主派来此地，我那二弟便前往皇府总行接任我的位置了。爹娘，我和孟毅离开宗门有些时日了，得回去了，您二老多多保重。前辈，有劳了。